幸福歌姬梁文音在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即将要献唱了，还记得吗？其实四年前她是在选秀节目里头凭着高穿透力的歌声累积高人气，在这节目里头她还要 PK 两位实力派唱将。你是当初你眼中像火一样灼热，可以烧光现实中沉闷的苦涩，歌声唱出极致情感细腻刻画浪漫情歌，幸福歌姬梁文音要在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，一展动人嗓音。2008年在选秀节目中，凭借高穿透力的歌声打败众多歌手，表现亮眼。出道6年，5张专辑唱出满满的感动，累积高人气。同样是选秀出身，有台湾爱戴尔封号的艾怡良，则是性感登场。爆发力十足，全是经典蓝调选秀 PK 大魔王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还有他，用英文歌曲相互厮杀，挑战美国歌手碧昂斯的歌曲，曾经在选秀节目拿到第一的粉红坦克服从音，唱出不同声调，女唱将齐聚一堂，从选秀突破重重关卡。现在在榜上榜，除了用歌声对打，还要让观众动手扫描 QR Code 投票拼人气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